你大摇大摆也只能趁现在了。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，联合军虽然成功讨伐了董卓，但后汉王朝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。于是，群雄各自怀着野心，返回自己的领地。时代也进入到群雄割据、战火到处蔓延的战国乱世。然而，在群雄当中最醒目的，则是河北的名门望族。 袁绍，和他对立的是拥有河南的曹操。相对于派出大军南下的袁绍，曹操的兵力虽然少，却也毫不退缩。于是建安5年，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，两军在官渡交锋了。 其他人也别落后。请我进攻！拖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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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方的援军。快去跟主公讲，大人。全军攻击敌军的粮仓。接我这招！
不行了吗？打败敌将，敌军攻入武场的粮仓了。什么？可恶啊！元帅，这场胜负已定了。
打败敌将。
有一套。那个人是二弟。大哥，二弟既然在此，想必事出有因。众人且慢，先退再说。什么计策了？全军进攻！接我这招！如战场之花般的凋落吧。在我的手中，谁敢挡我？接我这招！这场战役丑陋之至，停止吧。功劳别让其他人抢了。接我这招！还是名不虚传的猛将。Yeah!
这招！人家的名望。